来之外，两支接落来，剥去，哦，这个搁接起来，哦，这个搁卡，搁闭气，耳仔搁戴咧，哎，搁插过来，搁戴咧，拖来，走，打武术，金瓜头背过来，扛，你搁停，搁站落来，嘿，吼，我屌你，都免叮当，都站。分头过早话，讲句你嘛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分头师傅徐正中。今仔日要讲的过早话，第一句叫做“退照过机，连机接好”。这是分头师傅东海老师傅教我的一句话，就是要讲分头应用的要领。第二句话叫做“天地摇出来”，这是。台南六甲张飞龙、飞龙西打架，这就是讲拳头的发力要领。啊，今仔我会示范这个动作，互恁大家看。客照过机，以透甲文讲起来就是挂三重、跳三重。啊，台湾话叫做客照过机。咱台湾人讲一句：千拳归一路，拳力拢手法。拢大部分拢相通相同，好，开始，加上钱，加上票价，过机，哎，过机，过机，啊，跳三手，挂三手，哦，这就是客家过机，啊，念这个，念这个内外念哦，卡两个手骨的内外念，哦，卡手骨内外念哦，顶不用，对方手骨下边，啊。替本打，拳头不离力，所以出拳爱练哦，硬和硬，无功力的招式拢是虚的。哦，阴阳拳、阴阳掌，好、哦。他主要讲的是外门到内门的客家规矩，起码是安尼，内门。到外门的客家规矩，来开始，哎，好，看完嘞，看完嘞，也是一样，用挂的，用挂的，哎哎，然后就，好，内门到外门，好，内门到外门，好，内门到外门，内门到外门的客家规矩，哎哎，卡手牌到店。来话念这路，哦，念可以，诶，西骨木，啊，手诶来话念较用，好，起码要讲第二手，客照过机，甲念机接休，念做伙诶动作诶示范，来，外门，内门啊对进来，念机接落来。剥去，哦，这个搁接起来，哦，这个搁卡，搁闭气，耳仔搁戴咧，哎，搁插出来，搁戴咧，拖来，走，打武术，天地流出来，螳螂有一口，乱地接盘，劈头就是天地流出来。天地有穿，天地呀，有穿，有穿就是前面左右，它就开始
看到我所做的动作的喜欢，安尼恁会当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。恁有甚物感想？欢迎恁伫影片的下卡来发表。啊，感谢恁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咱下一次再相会。感谢 ，Thank you， 阿布里加多，谢谢，再见。